工艺切换，把 follow 点下去，这个位置有一个光纤啊，飞本光纤，嗯，是光纤，对，就需要改这个地方，嗯，然后你把这速度，你下一步的速度改过来，1.3，然后这地方是0.5，这是为了下一步光纤准备啊，130，2000。这是地方有氧气，气体一，气压是2.1，然后调一下穿孔，对，调整完成之后，点下 OK。然后一定要点下载，下载 ，OK， 嗯 ，OK， 这就开始。